欸，这游戏好黑哦。我说，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尹。今天我们要来玩的是《恐怖之眼》重制版。我们之前已经有玩过手机上面的版本嘛，那这一次我们要玩的是电脑上的，相信应该能够比手机恐怖一点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游戏的说明介绍。很好，没有任何说明。简单来说，我们就是要找那个眼睛，然后逃出去吧，对不对？我记得没错的话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恐惧的屁眼，不是恐惧之眼。我记得电脑上面的版本很早很早之前就有了，那它这次是一个重制版，不知道会不会有新的东西，我们直接来体验看看。游戏开始了，我们在一间灰暗的小房间，然后手上拿着一个手电筒。你们要开始找屁眼的吗？哦，对啦，我们要捡钱啦，然后那个眼睛是要用来看它的，对不对？ N 是我们的地图，我们总共有20包钱要捡。这个地图请问一下谁看得懂啊？我现在的位置应该是那个箭头那边吧，箭头那边指着一个白痴，对，那个白痴就是我。好的，打开 ，open，OK，open， Hello， 史润俊啊，哦，不是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恐怖的屁眼，哎，对，恐怖的屁眼，找到了。Q 可以看他的视角，他现在的位置在，关我屁事，我不知道，谁看得出来啊？直接溜啦，他叫我们 run 哎，他已经在我后面了，然后在我后面，他在我后面，他抓到的没有音效是正常的吗？这游戏怎么突然就没有任何音效了？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？音乐全部都是打开的啊，往楼下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先往楼下走。啊，我收集的那个钱的数量，他没有告诉我现在收集几包了吗？他刚好出现 run 哎，他刚叫我们 run 哎，真假的啦？他在附近，但是我们不要怕，我们认真找钱钱。这里没有钱钱，哎，这游戏好黑哦。我说，没事，对不起，不是啊，他这游戏没有任何音效，好奇怪哦。你好歹来个什么，要 run 的时候来个精彩的追逐音效啊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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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那一种啊，对不对？那结果，转角遇到爱，我怎么觉得电脑版好像比较难呢？这个电脑版一下就死掉嘞，完全没得跑哎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我们先走这里好了，这里我记得有一个屁眼，没错，这里有个屁眼。然后是，哎，它这个格局怎么跟电脑版，不是跟那个手机版好像是一样的？我记得手机版我们是在这间房间醒来嘛，原来是一模一样的啊！哎呀，还以为会有什么新的东西，结果没有。这里一定会有一代吧？这里怎么可能？感觉这游戏已经被我玩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可以关了。捡眼睛，捡眼睛。哎，他在三楼，很好，不关我的事。你就慢慢的在三楼给我闲晃，弹钢琴。我怎么记得这个钢琴会有声音？啊西吧啊西吧，哎呦西吧鲁吧，溜了溜了溜了。哎，我跑过他哎，我跑超快哎，我的速度跟奥运100米选手一模一样啊。这什么？怎么一个锁起来的门啊？不要闹好不好？哎呀，洗吧，哎呀，洗吧，完了，我的体力是不是不太够啊？他怎么一直缠着我啊？我记得我们跑出一段距离，他不是就不会理我了吗？为什么电脑版的会追着我啊？这么想吸我是不是？不要闹，我先把要逃跑的路径先准备好，有没有？再捡钱。我们虽然是个贪财的人，但是还是要记得保持我的生命啊。OK 的，这个门锁了，在哪里啊？他现在在二楼，我们可以安心了。我的位置，哎，歇吧，歇吧，歇吧，安心个头啊，安心个头啊，好不好？走了，走了，这边，哎，这边没有路，我们先回。他这个头，比电脑版的，干完了，他的头比手机版的厉害多啦，会一直各种绕路去堵我路，哎，他会一直跑在我前面堵我的路，哎。怎么这么聪明啊？不过是个屁眼，怎么这么聪明？完了，我感觉这个游戏我应该破不了关哦，有点难哦。他应该把那个眼睛设计成就是我在偷看他的时候嘛，他会害羞就走掉了，对不对？不要一直跟着我嘛，是不是？一跟着我，人家真的是干他妈的！照理来说，我们应该是要一直看他的位置，然后去他的不同楼层啊。但是 run， 他叫我 run。Oh my god！
run！ 你看，他会一直跟着我，一旦被他锁定了，我的屁股就不保了，好烦，真的好烦。那我们去三楼，我们直接去三楼，完全不要理他。哎，有钱呢，谢谢你哦。哎，你看，他追超快的，我严重怀疑他是不是穿墙啊？啊，完蛋，死路了！什么声音？什么声音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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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又是死路，哇，好棒哦！跪着求求你，不要闹！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啊，他是不是在我后面？他刚是不是偷？他刚是不是已经看到我了？再看一下，有他来，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就在我的左边呐！哎呀，哎呀！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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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里是哪里啊？哎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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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我本来真的以为我可以在八分钟之内通关的，你知道吗？结果我现在已经玩了20分钟了，我简直弱智啊！哎呀，完了！没事，这里我们可以施展移形换位。嘿，移形换位！嘿，嫩逼，哎，傻逼，狗东西，滚！请你离开，哎，请你离开，偷偷捡眼睛离开，哎，有钱，溜了溜了，快快快，去三楼，三楼我记得很多没捡啊，没错，什么，哎，干完了完了，死路死路死路，洗吧，还想阴我、啊，傻逼，干，前面是锁着的门，但是有眼睛，前面转角左边一带，前面直走一带，哎，一带一带，然后就没了。哎呦，他来了，棒哦！哎，钥匙在哪里啊？我觉得应该在三楼哎，因为三楼真的超级多房间的，我觉得肯定在三楼，但是我不知道在哪一间。哎，钥匙，碎啦！我好像可以破关哦。开门了，白痴哦！洗吧，哎，他来找我，他来找我，他找不到。他现在非常生气，他很愤怒的往楼下走了。还是说我们其实不要跑，他不会听到我、啊，应该没有这个机制吧，对不对？我感觉是没有。我们先上去捡这个，这边是死路，我们要赶快捡一捡下去，捡一捡下去。对对对，啊，游戏怎么突然又有声音了？我都已经要结束了，这个游戏才突然出现声音，到底是怎样啊？到底是有什么毛病？我都已经决定玩最后一次了，结果他现在才出现声音。所以我前面那个20分钟到底在干嘛？请问一下，我前面20分钟你在耍我吗？我要生气了，我真的要生气了。他在哪？看一下，他在三楼，他在我前面。这个鬼来的时候，明明就会出现那个的声音啊，刚刚都没有。这里我确定没有了。好，该走了。哎呦！他还在这边呐、啊。哎、欸，看这里面有一袋。完了完了！啊，我在干嘛？我怎么不直接跑？我已经大概知道所有钱袋位置了。这一次我们一次过，可以吧？一定可以的。这里有捡到吗？有捡到。快走快走，我应该是可以高歌离席了啦，对不对？我应该可以走了吧？好像可以走了。Oh yeah， 终于通关了。其实你只要知道所有钱袋的位置在哪里之后，整个游戏就变得非常简单。对，非常简单。那基本上只要不要走到死路，他应该都是抓不到你的。只是我觉得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，就是我为什么前半段那个声音是 bug 的啊？我到后面重开游戏之后，整个声音才正常，害我前半段录了一堆
无声音的影片，不知道在干嘛。好啦，那我们手机版跟电脑版都完美的通关啦，想尝试的可以自己玩看看。那我们今天这部影片到这边结束哦，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点赞订阅我频道，下部影片见，拜拜。